我切一下画面。好，今天最后一个主题，我要来给各位看的是公共领域授权的部分。那公共领域授权的部分，我们可以找有一个网站叫做古腾堡计划，那它里面有非常多公共领域授权的资源啊。这里古腾堡公共领域书库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，这是古腾堡计划的官方网站，然后它里面有 book search 和 catalog 啊，那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它的公共领域授权的书，那它有超按字母排列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比较常找，可能你会想找中文的，对。如果你想找中文的，你要选这个中文进去啊。那像这里又有斗篷闲话啊、戏中戏、比目鱼、三字经哦、施工案、易经，这些都是在古腾堡计划里面所收录的公共领域资源，像《红楼梦》啊。那 OK， 那这里你可以找，我们找一个比较短的。短一点的《孙子兵法》应该最短了，哦，《道德经》更短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像《老残游记》也算是公共领域了啊。啊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阿 Q 正传》这个应该都过期了啊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。他这边的书大概不算很多了，因为公共领域的比较知名的，他目前收集到的中文书不算很多，但英文书这真的很多。那像这个啊，来《孙子兵法》，那你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他的。这个是 generated HTML， 就是它把文字档转成 HTML，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其实不是很好啊。那比较一般性的就是 plain text， 这个是比较容易用的。那你也可以下载 Kindle 版本，在它是那个电子书格式，或 EPUB 也是电子书格式。那我们下载这一个好了。这个可以按右键储存，然后就另存，那你也可以直接点了它会打开。好，那我现在是刚刚是直接点了它就打开，那这是孙子兵法的全文。那你就会注意到怎么那么短，因为孙子兵法本来全文并不长，只是之所以你买的书都很大很长，是因为很多人去解释它，解释才是最长的，它的内文其实并不长，就这样而已，13篇，一篇才这么短。OK， 那其实你同样的这个东西，你在维基书库里面也找得到 ，Wikibooks。那而且有时候维基书库还比这边更多。那你也可以，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找这种领域的东西，你可以去在这边找，或者是在维基书库，然后你可以互相搭配，这样子你找到的会比较完整。那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你用的时候可以怎么用。觉得有趣的一点是像这边有写一个找一下，好，所以其实出版哦，你不一定要全部自己来。如果你今天是想出版
某个书，你是古籍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已经属于公共领域的，你可以从这边加工。像比如说，我就做了这么无聊的事情啊。这无聊的事情就是我把《道德经》呢从古登堡里面拿出来，然后呢用 Word 把它弄成一本 Word 的书籍，然后传到瀑布电子书城上面，然后呢就只是把这本书放到一个电子书城上面，那你这样有没有侵权？这样就没有，因为它是公共领域的书，OK，所以你这样子做是不会侵权那最好你不要把《道德经》写成你自己是作者这样就不好。但是你是编辑者是 OK 的，那你就可以从这边下载，或者是直接点阅。那这就等于是说我编辑过的《道德经》版本，那你还可以甚至自己为它加上一些注解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拿了这两张图，也不会侵权的原因是因为，这两张图是从维基百科来的，OK，所以，OK，那也奇怪，我觉得它字形怪怪，就是，可能太小了。我觉得它字形怪怪的，那如果您把它下载下来，变成那个，我还是回过头了。它这边可以下载的，下载在哪里？这我没有看到下载点。居然没有下载点，好奇怪啊！这个网站我很久没来。越来越奇怪了，他好像不给人家下载，是不是？他明明说有线上加下载啊，可是我真的找不到他的下载点，跑到哪里去？还是一定要登录才可以下载？我也搞不清楚那大概是这样了，那你可以试试看。那所以，我们重点不是这个网站，重点是你可以把古腾堡的这种东西拿来加工，是合法的。所以你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，其实是这种资料库。那像这里，如果你找英文的，你会发现非常多。像譬如说，我这边有弄了一好像这个《傲慢与偏见》，这个是那个郑道师定的作品。那你从古登堡里面你就打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就会找到那郑道师定的作品。那你看它的下载数，所以它其实英文书里面，我觉得英文书是蛮多的，其他语言的相对的少。英文书的部分目前是有超过多少？10万本应该还不止，它现在有超过38000本，我也不确定它现在是几本。那英文书是蛮多的，可以从这个 catalog 进去，然后选 A，你可能就可以把一些古代的典籍，通通都可以从这边去找出来。那它光是 A 就会很多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很难搜寻，你用这边的搜寻也可以，或者你用 Google 搜寻锁定 Gutenberg 这个网站也可以。这样就很容易找他的书来做加工。好，OK，各位可以稍微浏览一下古腾堡这个网站。好，画面切回去。